我是形象，我是属灵。最近我的牧师讲了一些很好笑的话。有什么好笑？他说呢，使命呢就是把福音传给全世界的人。对啊，这个没有错，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吗？哎，老兄，你知道吗？全世界有这么多人，我们怎么样去传给全世界的人？只单单说我的家的附近的社区的人就好了，几千个人，我怎么样一个一个的把福音传给他们？如果我要这样做，我不是精疲力尽，我不是累死我了？那老兄，你认为呢？我啊，这个嘛，让我想想，你看，老兄。你也没有办法直接的给我一个答复，你也要想一下，可见你也没有办法怎么样去传福音。或许呢，我就选择性的，将那些有钱的，选择那些有钱的人，把他们从地狱拯救起来，然后或许他们也会给我一些回报。不然就传给那些比较漂亮比较英俊的啦，就够了。哎呀，其实你这个想法是错的。耶稣来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不是单单选择性的为几个人死，为所有的人死，不像你这样选择这个那个。其实传福音呢也是同样的，不是我们单单靠你跟我，是靠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要去做的。所以你放心，这个传福音的东西呢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去做的，是没有选择性的。哎，我看不用怕，我们还是由我们所认识的人开始，让我们现在就去传吧。但是我们还没有去之前，老兄，你还是把你的大圣经还有大十字架拿下来，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吧。